虚空最强的玩法，六即可快速拔枪大龙。都知道虚空大龙不如猩红哥哥的一根毛，但他能吃外界的效果和增益，这一点还是有说法的。比如珠光、圣杯和旗子，其中圣杯那点法强没有什么看头，但旗子还是有点说法的。众所周知，大龙的技能是每两次攻击就会释放一次，大龙基础的攻速是 0.7， 也就是三秒左右才能释放一次技能，但当我们给上六个旗子，攻速就会直接翻倍，直接化身快速拔枪大龙，甚至有那么一丝鬼畜。这套阵容玩起来也不是很难，只需要带上卡牌大师的传说之力，然后拿下一个潘多拉的装备，再来一个虚空转即可，让云顶感受攻速大龙的痛处吧。素晴らしい。这局的地点是普雷西点书库，获得一个旗子的相应文章，那这局八虚空就有了。上来野怪就抱着张艾克，这么大的皮城诱惑，往往不是上帝给你的机会，而是恶魔给你的考题。我们还是玩虚空大龙，第一个强化符文，我们直接拿下潘多拉的装备，再换上三虚空两壁垒，两升一败来到五谷丰登环节，只拿贵的不拿对的，三块的挖挖机直接拿下，回来拉到五人口换上四虚空，再合出一个机壳二杠六，再合出第二个机壳，直接轻松连上来到野怪，石甲虫一共就给了两件装备，一个腰带一个大剑，这第三个机壳也就直接来了。呀的奉献，在与玩家的战斗中，如果你首次登场了同一羁绊的至少五个不同棋子，就会获得该羁绊的一个文章啊，这个好啊，玩皮城虚空都很不错。素晴らしい。回来遇到一家左岸狼，跟一只疯狗似的，然后又遇到一家提莫，看你被削的那个样，我就不说你了。一败一胜来到五谷丰登，我们拿下一个腰子，回来输点开出了虚空转，换上五虚空，赢下一局之后奉献出发了，又来了一个虚空，直接就六虚空了。这三机克的峡谷先锋已经小有效果了，打同行根本不在话下。すごい。来到最后海克斯，现成的机克为什么不拿？本以为这个质量应该挺强的，结果一个个都是压力怪，压力怪是吧？好好好好好。八虚空大龙已经就位，先看看四个旗子怎么个事儿。爱玩皮绳是吧？我棋盘都给你搂飞。Mark。要轻松吃鸡，玩召唤物还是得玩养成的。我立志成为云顶大龙训练师，吃。